哇塞！哇塞，这个肉皮已经很趴了。出锅！哇塞，大肘子真爽，看着就舒服。起锅，锅热以后加油，加肉皮下豆瓣酱，炒出红油，加肉浆，一定要小火慢炒，加入泡椒，加入生抽。蚝油，加入炖肘子的汤，熬制5分钟。乡亲们，好了，可以出锅了。然后我不喜欢这里边这些料子，所以说咱们把它滤掉。有喜欢吃的也可以不用滤，但是我个人不太喜欢。然后把这个汁啊，咱们浇到肘子上。哎呀，不行，这么硬的菜儿，怎么也得喝点儿。麻溜，哎呀，咱们今天吃肘子，来点仪式感，用用刀跟叉，咱们讲究讲究。废话不多说，先尝尝。哇，看同学，蘸一点汤。味道还可以，但是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好，可能咱手法有问题吧。看看这肉，这个这应该是个什么，这应该是个母猪的。然后这我炖了半个小时也没看着挺软，但是拉着吃着不是很软。吃块带皮的，咱们不蘸汤，直接这么来。哇，太香了，太滚了！哇呀，哇，这才是满满的幸福感。第一口敬老铁们，啊，哇，还是咱本地的酒好。哇塞，看这肉皮，蘸点汤，哇，非常糯，这肉皮是非常非常好吃啊。真香！哇塞，这入口即化，这肉皮非常好。哎呀，这肉皮真的，咱们再来一块。完美。
哇，这汤，这个汤非常辣，吃的贼过瘾。我的天哪，吃这玩意儿太费劲了，老铁们，也不像我服性格，咱们还是老套路吧，肘子肘子就得抱着啃。哇，还这么吃过瘾，把汤汁淋到肘子上，哇，老铁们，非常有食欲啊！这个肘子，这个香味已经出来了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但是它现在很烫，非常软了已经。你看，你看。哇，咱们来口皮儿，哇塞，哇，吃肘子就得吃皮，到位，它是甜咸的，味道非常棒。好烫，得劲儿，哦，哇，好烫，稍微亮了不行，来口米饭。哇，太棒了！老铁们，咱们把肘子拆一下，实在有点太烫了。哇塞，哇塞，就那么长时间，怎么脱不下？哇塞，还是不够热。哇塞，老铁们，我们来一块大的，你看，看哇，看这肉，这是皮，哇，肥而不腻，过瘾。
嗯，太爽了。用肘子就得带皮吃，看，嗯，皮其实已经很烂了，一吸都能吸进来。嗯，我炖了两个肘子，咱们今天吃一个，晚上我家人就回来了，然后那个给家人吃。这样小了，打得太香了。嗯，哇，太过瘾了。哇，今天做的肘子太下饭了，再来吧。哇，这次大肘子。好了，好小伙伴们，啊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吧。喜欢我的小伙伴记得转发、评论、关注哦。再见。一直往这个肘上淋油油。炸成这样就可以了。把炸好的肘子放到高压锅当中，加入去腥三剑客、葱姜、料酒这些叶叶果果，搞里头，白胡椒面面、蚝油、老抽，搞两块冰糖、鸡精。盐，这个水跟肉齐平就可以了。盖盖，上来气儿以后啊，咱们焖上它一个小时，出锅喽。哇塞，非常软烂。舀点咱们炖肉的汤汁儿，然后再给它熬一下，咱们浇个汁儿。
好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了。喜欢我的小伙伴记得转发评论啊、哦！再见。咱们高压锅中加上水，把炸过的肘子放里边，加入葱姜、冰糖、老抽、料酒、两个卤肉包、生抽、盐、鸡精，盖上盖。咱们炖了一个小时，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个肘子炖趴。等会儿吧，来吧，成了，还挺饱满，你看吗？我不客气，啊、你还这真不客气。嗯，装，看看为什么。哇，你尝尝，一点跟你们想象那种味儿都没有，真甜。就是看大橙子，你看大橙子吃好不好吃？嗯，你尝尝，就正格的，你尝一点，你抹一点尝、嗯、这时候吃是正好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还嫩，如果一老了以后啊，拿都拿不起来了。而且它这个它那种甜腻糊嘴，你知道吧？嗯，就是正好。行，好了，老铁们，咱们出锅了。那稍微等等，稍微咱再浇上点汤倒是。哇塞！哇塞！小姐们，怎么样？这小肘子，我看着就有食欲。嗯，太香了。实在太香了，我得吃壶米饭。米饭倒点汤。拜拜。太爽了。嗯，哇，好了，老铁们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吧。喜欢我的小伙伴记得转发、评论、关注哦。再见，别着急，一会儿骨头给你啊。
老铁们，手艺怎么样？这肘子这颜色，哎呀，没得说，咱们倒上酒，准备开喝。哎呀，尝尝。哎呀，你看就行。嗯，哇，太香了，老铁们。这个皮用油一炸，更加 Q 弹了。老铁们，大口酒，大口肉，这才叫快意人生啊，这才叫爽啊。啊，哦，爽。啊啊！哎，好了，老铁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。喜欢我的小伙伴记得转发、评论、关注哦。再见。